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！不知道吗？周延信说许诺夏午要招聘24小时贴身女保镖。什么？就在下午。刚才我看了啊，短短几个小时就有几百个人报名，都要叫嚣成为下一个你。怎么办？冷淡，冷静。 他呀，就是受了那么一点点小刺激，就那么一点点。那万一要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刺激，让他真的招了一个女保镖住进他家，毕竟女保镖翻身成老板娘，有先例在前，有多少人想当他的女保镖啊？冷静。你看你就招聘而已，这么害怕失去他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。 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他是真的很爱我，只是他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。可是爱本来就是看行动和细节的，对吧？我也不能要求他事事完美。那我们两个人。 只要有一个人总把爱说出来就可以了，只要想明白了，我就做那个人呗。别光鼓掌呀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走，砸场子去。 绑架了！啊，在办公室那边。司仪，危险！司仪，你先冷静。徐总现在没事儿，他现在在里面。保费为了钱，徐总答应给绑匪2倍赔偿款，财务在准备钱了。哎，我们报警了。上！哎，你想要什么？别动！你急着干什么？出去！我不走，我是你的保镖。 他不说，我不要，别跟他胡说，我告诉你，他在这儿，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站住！你别给我傻了，他一进来你这么紧张，我觉得本他赔本你更有价值了。对，你绑我，我是他女朋友，我是他最爱的人，他很抠的，你绑他你什么都不会有。 把我，他会立刻给你打钱。站住！他再胡说八道，他不说女朋友，我们分手了。你还是站立格的关系，你打不过他。我不信，我打不过一女人。他就是瞧不起你，我肯定打不过你。你放了许诺，你放了许诺，你保我吧。这都给你打很多钱。你糊弄谁呢？哎，女朋友。 现在年轻人说好听点是女朋友，说的不好听那就是个有亲密关系的妹子。你以为你是他老婆呢？我就是他老婆。你说了不算。那又怎么样才能算？要他说了算。说。 他说你什么人？他，许诺，如果你敢说我谁也不是，我就和你分手。这一次我是认真的，无法挽留的那种。他。<笑> 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！听到了！
都求婚，求求婚你，你搞这么吓人干嘛？吓死我了！听我说，在爱情里，我是一个新手，很多东西都需要我去学习。爱情和事业一样，它有很多的游戏规则。但爱情它又和事业不一样，因为在事业里，我会坚守我的规则，绝不认输。但在爱情里，我宁愿输，只要赢的那个人是你就好。话语权给你，任性权给你，自私权给你，撒娇耍赖我都给你。只要你想要的，我尽我所能，我全部给你。因为我不想失去你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希望待在你身边。吵架会让你不开心，我们不吵架。你说一个人孤单，我陪着你。你不喜欢分离，那我就不要分开。我照顾你，我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他们说，在爱情里，谁先输，就是一辈子。为了你，我愿意把一辈子都输给你。我们结婚吧。我不想输，要我们俩一起赢。一个谜在心底，每天醒来就能看见你睡着。关于你，我去做早餐。失去情绪的身体。
记忆麻痹着你神经，这次我会向你靠近，种下爱情的花，时间里生根发芽，总有一天会抚平所有伤疤。铭文好美啊。我呢？你更帅，李云竹。哎呀，哇好了啊，我们要拍照了啊，这些都设计好了啊，第一组来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哎，你们能不能开心一点结婚啊？你不是亲我吗？不是你亲我吗？不是你说你亲我吗？结婚还吵架？哼，抓紧时间啊，第三组了，你开心一点啊！不吵架，别吵架。嗯，三二一。就是你，街角霓虹循环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录像。我们今天结婚了，要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要来采访一下你们是如何相爱的。这对新人呢？啊，你们不用说了。这对新人呢？你们也不用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这种经历坎坷的留给这一对新人来说呀。我们也坎坷啊。我们也很坎坷啊。李薇薇，你对一个已经陷入爱河的人说是怎样恋爱，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就有病吗？其实吧，我们的爱情跟大多数人一样，普通坎坷但也美好。我们在幸福的时候努力地守护住幸福，在悲伤的时候依然坚定地爱着对方，所以才会在这么美好的时光里美好地相爱。所以今天我们结婚了。